然后有一次他就说，哎呀，对了对了，我有外遇了，怎么样？我一次就可以搞定母女两个啊。然后我就，你刚刚说了什么？出外赚钱养家，小三竟是我妈。我前夫他是一个编剧，那编剧就是你剧本卖了，你才会有钱。因为很单纯嘛，才20出头而已，就觉得没关系。你没有办法赚钱，没有办法稳定的话，我来。我的通告接得很顺，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很专心的在外面努力的工作。然后后来有了小孩之后呢，这个负担就越来越重了，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扛，我可能白天去工作，然后晚上回家带小孩，然后就这样子。可是几年之后呢，开始慢慢觉得摩擦越来越多，而且觉得我的前夫他对我的态度开始慢慢的变冷淡。那因为有小孩子本来摩擦就会比较多，那我也不以为意。可是后来就发现好像不太对哦，因为最明显的就是他很久都没有碰你，你一定会觉得很怪哦。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征兆，对对对对 对, 对。然后我就直接说，哎，我觉得好奇怪哦，你是不是外面有对象？你是不是有外遇了？然后有一次他就说，哎，对了对了，我有外遇了，怎么样？我一次就可以搞定母女两个啊。然后我就，你刚刚说了什么啊？我说啊，我都没有思考哦，我就直接打，我就说妈，刚刚我老公说你们在一起。对方就空就给我挂掉电话，我就直接飞奔，去妈妈家了。对，按电铃，然后按了半天，然后还敲门，我很急，就我妈就出来开门，她一开门一看到我，又砰就把门关起来，然后我整个还来不及说妈，她就关门了，然后我整个傻在那边，然后我的眼泪就直接流下来，这是真的哈，就会感觉，对，然后我那时候不敢相信，我整个眼前就是模糊的，因为都是泪水。然后过了几秒钟，我爸来开门，我爸就看到我说：“哎，女儿你怎么会在这边？那你妈怎么不让你进来？因为门还是关着嘛。”然后我就跟我爸说：“没事，我要回家了。”那你爸爸应该也不知道这件事情。对，然后我爸就说：“你哭什么？”对，我什么都不敢讲，我就默默的就流着泪，然后我就一路走回家。那一段路真的很长，然后我走回家，我就跟我前夫讲说，说你们两个在一起多久了？然后这个时候他才发现，完蛋了，事情已经爆发了。我妈妈她从小就是没有谈恋爱，16岁的时候，我外婆就让她出嫁，就嫁给我爸爸。我爸那个时候是早婚，对，不像我就是有自己的工作，出去上班，然后谈了恋爱，然后结婚。他觉得我的家庭好幸福，想要经历这样的过程，因为他觉得他人生什么都没有。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说，没关系，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妈在一起，你们两个是真心相爱，我就成全你们。你那时候就这么大度啊？因为哇，因为有的时候你会发现，你强求的爱哦，你是得不到的。那你硬留他在你身边是没有用的。后来他决定，他说我没有想要跟你妈妈在一起，我只是意乱情迷。OK， 对。那后来我就真的原谅了他，然后我们就搬离开那个地方。然后是原本跟妈妈住的比较近的地方，因为我不想要在那个地方再多留任何一点点的时间，因为他都有带给我不好的回忆。跟妈妈现在目前的关系，其实我跟妈妈从那一次就是我去摊牌了之后，后来有在这20多年我有再碰到妈妈两次，但是这两次呢，她看到我就是转头就要走。是你主动去找她吗？没有，是第一次的话是我外婆的丧礼的时候，要妈妈帮我穿那个衣服，但是我们两个都没有讲话。那后来第二次就是在我弟弟的结婚的时候，进到那个会场的时候，我妈妈一看到我跟我爸，她转头就要走。前10年是怪自己，后10年我慢慢的觉得说，会去想说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状况。我现在已经50几岁了，那我自己这几天刚好身体也不太好，然后才想到说，如果我有生之年我没有办法跟妈妈和解，然后因为毕竟我妈那是我妈妈，我还是很爱她的。这些年放下之后，
我真的很想要跟妈妈讲说，她现在已经六七十岁了，已经七十几岁了，我就觉得说我们真的能活多久，她心里不要一直对我有愧疚，因为我真的原谅她，我真的不介意她对我之前造成的伤害，因为我反而很感谢她，如果没有她，我的人生可能不是这样，因为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，可是经历这些事情之后，我会去替人家想，然后很多事情我都会有同理心，因为我曾经痛过，之前我那时候很辛苦的走出来，也是透过很多人的帮助，所以很多人都问我说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件事情你怎么敢讲出来？那我后来发现说，我真的可以用我这件事情去鼓励他们，然后让他们能够知道说，没有过不去的事，只要你自己想要过去，他就过得去。我现在跟我儿子也很好，对。那我觉得我现在唯一的遗憾就是，我跟我妈妈一直都没有那个坎还没过。对，我虽然我自己已经放下了，但是妈妈她没有，因为她还可能还很自责，可能还是觉得说对我很愧疚。但是我很想跟她说，没关系，你真的不用对我觉得很自责愧疚，因为我真的不介意你有这样伤害过我，我都放下了。天哪，我 hold 住，我 hold 住，我 hold 住。蒋萍姐的妈妈可以看到这一段，然后你们可以之后真的可以约出来和解这件事情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李家阿伯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十周年十全十美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十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